鲁鱼。来沙包，来沙包。你要鲈鱼哦？你等我一下，我先我画只鸡腿，敢会使无？我画一个鸡腿，你等我一下。来，这个鸡腿过来，这个鸡腿过来哦，吼，来，这个过来哦，听好哦，注意听，自己抢啊，家己抢啊，抢无着就无啊，来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十个尔，一边五个人过，这个鸡腿我妈在卖，上好恁，先加钱的，两百了，两百。如果您有，这个我妈那边哦，到可以的，蛮贵的，莫弄几块钱，我放上沙发，我给对方那边啊，来，您谈掉啊，来给四个仔一边，我跟你讲，我这可以拢自立的啊，拢保证的啊。哎，你大点什么菜？我去帮我挑块钱。我有咩菜哦？伊个，干啥物食国语智力龟？我跟你讲哦，我系国语的兵龙啊咧，哦，乌拉部分。来，我系教你看，我来讲啊，我来报告，我嘛唔敢教啊，我系兵生啊咧。就是你退兵了，强水了，退兵了，含即个生甲同款咧，智力的。来，直接。哦，拢是后恁看了啊，哦，我免去讲咧，啥物啥物，你要家看了啊。来，我来讲啊。你看到这白白这全部拢油浸，白色的，这真的一个无鱼，一定爱退钱。我来讲，先给钱，卖花你三千，花你两千，一千块上面写一千。来签了，包进去。无鱼的无一千。一千块。来签。一千块上面写一千块。一千块上面写无鱼的无一千。管住。可以，你来给一千块后边收掉。这边啊，伊今仔拢收掉，你有甲收掉。一千上面写阿妈鱼可以。来签了。来，无鱼上面写无一千块。好起来啊。来，我再搁送你哦，一千块，再搁你。我的鲑鱼哦，从来没让客人失望过了哈，不是跟恁骗的。我叫这种贵的啦，哈，真的啦。我招三个了，你无够，我卖卖一千块，难买些。拿起来啊！一千啊！我要一个。两个啊 ！OK 啊！我收啊 ！OK 啊！两个啊！谢谢啊！感谢恁这支持啊！两个啊！你搁把鲑鱼两千块摸起。来。你今麦收几个钱啊？我收两个。好，谢谢啊。来，阿姐话你讲哦，今日小弟啊，今日足欢喜的，欢喜啥啦？啊，有德山来，有台中来，咱无想的，咱要想的上。啊，这高雄来，这上支持我阿姊啊。来，我来讲，今日你只要有客一千个人客，这地是我免钱，我升级的客你吃。今日你若买一千块的人客，来，谢谢，感谢你。人工绝对无安尼哦，除非你落尾拄到有德山甲台中高雄做伙来，才有这个情形，啊，无可能哦。来，这地。最后一个拢无啊，一千来。三个啊！紧给钱啊，唔好咧卖啊。四个。你个玻璃是贵重装的啊，搞错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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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个错的，是吧？错啊，错啊。四个。OK， 没问题。装不下了。好，我再好你，我再给。好好好。OK。几个你贵的？我四个啊，今麦得处理。来，处理好不好？来呀。来，几个？该你贵的。先拿钱啊！来，再三份啊。情况再来缩起来，只要缩起来，就给我走啊。来。请我给你带两张，我都给了，我先帮我弄来。你我系嘛？我给好不好？一千块，哪边来不？那我这边给你啊。一千块啊，小哥。一千啊。我无啊，我无白差啦。啊，存几千块上面啦，够哪边来不？够哪边买五百来不？那不就卖个套。五百，几啊？五百。我叫你去了，差点我叫人帮你摸，你去了，我来叫人帮你。哦。来五百，来五百，这里，个人要五百的无？五百，五百啊！拢有啊，刚刚我还讲五百是龙井桥，卖面强哦。
一千，姐姐。一千啊！大哥，你个婆吧。一千啊，一千块。真正无你啊，真正无人命。真正无啊，我都是来骗你。啊，这个是啊，这个无错。这个老啊。这个三千的。我见啦，这三千，缩起来，缩起来就变作臭啊。啊，最后一个五百差咩无？五百啊！这个人就我讲笑未可以啊，帅气！你咪话你咪讲包五百，不过包五百只啦，我哋攞一百嘅，系啊。最后一个五百差咩无？他未有意嘅。我知我几百啊？来左边咩五百？左边啦。嗰啲阿志啊。O K， 五百。嚟啦。有啲嘢。又唔差，走啦吼，五百只啦吼。第一条几千块三，我又赚第一条。几多啊？十块。十块卖你，十块你就第一条价钱，我就十块卖给你，十块卖。来，我来讲，今仔日要食啥？鲈鱼啊，鲈鱼你也讲过。你要食泡看嘛？你要派吗？是啊，你要啊，柠檬汁小队啊，哎，大菜队。伊啊，哦，我当作后边迄个咧，靠，那你们当作鲈鱼上面食啊？鲈鱼当作鲈鱼去食了无？你有没有装几个包哩？四百五十拢我哩，四百五十一句话我做钱你拢不爱回来。啊，超前啦！你先看这先多少无？看我这个先多少无？大只个啊！大个我三只来对好无？啊，你看要加一挂冰，较轻，咩人啊？好来，有咧装冰。做几多？我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来。就到叶子办公室来。来，来，正正去解决。哦，不要紧，我等下，等下用。等下，不要紧，我用。哎，我那是啊，那我那是几条蛇？你包的啊？阿爸王五条。对啊。阿爸你哪万条？四啊五条，无见咧大，看到就做好人客，要上位拢无。来，这也袂交朋友者。我即下要介绍，这是柠檬的赤小腿哦，柠檬鸡腿就对啊。伊这内底一包十一啊，这全色的啊，全熟的，这拢免去煮啊。这种每个煮啊，全熟的啦。你下来电锅内底下下就好啦，哈。一包十几个鸡腿鱼啊，无两包鸡十几五百，唔免五百，两百咯。三包。来，有人要食柠檬吃小腿无？200块。两百啊。柠檬鸡腿真好吃哦。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吗？还有几个？领导，嗯，帮我拜拜。我先请教一下，你搞要画综合标，我画一个综合标，领导无？领导没？那综合标无？麻烦你了。我让他抢我。我让他抢我。啊靠！要啊！我一支新产品未去卖呢。是啦，靠！要一支上好是拢无卖啊。来，你来看。来。望，你遐卡者。靠！要一支真正好食的啦，一支啊。恁在座每一个人拢买一包当去食。那无好食，后日办我一只力争战啦，我哩交免钱。这包叫鸡薯条，家己去九十五块，九十五你卖。全联毛你卖啊，啊，这种上新的，拉鸡块、拉薯条，台湾的，啊，台湾的啊，台湾的，一包鸡薯条卖三百二啊，我你买一包两包三百，你拢跟你讲，先给钱，一包了。来买啊！有人要吃鸡薯条无？上好吃啊，100块，这最新最新产品，非常好，非常好吃。来两包，在啊。211啊，都是给你了吗？有的 ，OK。一包够没有？这牛肉馅饼啊，我爸了。这没开玩笑，我无我别来我，就搞一包猪肉的我爸，一包肉的我爸，一包肉的，一包肉的我爸了。冰起来啥？冰起来啊，别收济，那也收济，一包肉的我爸收济，三百了。三百啊？三百块。好 ，OK 啊。对啊，我这三包牛肉馅饼拢无，啊无我讲两个了，主要是两个钱，买一份两百无。哎，两百。我存起四包，我嘛无。这边两百一个。这牛排馅饼，这多好吃啊！搁一个两百上面啊。哎，两包。搁一个两百上面吃。哎，找你两包。哎，六多，六多。最后这两百上面，啊无我讲啊，两个人给你买袂试吃看卖啊，一百了。一百啊。100块上面吃一包，有两百来无？一包。一包，你要几块了？
客客。阿伯，哎，看有地瓜个客客，地瓜上新那个客客客啊。你阿伯有给一百上个，你阿两个客客。好 ，OK。好啊。你阿三个。阿伯，你一份，我另外一份。好，保持。来一百块的。阿姐，我即马甲你介绍这哦，伊上个好食。啊，来，你客客客，咱红起食，这叫地瓜薯条，真正甜。用咱台湾的番薯来做，地瓜薯条真真正正，一包百块，两包三包，三包的，米阿五片，新价钱。一百了，好你试试啊！我来发两包，我来发一百了，一百块了，好你试试啊！卖来发两包，发一百好试啊！一百咩来无？行不？倒下去，再去给我就好了。是不是？我来讲啊。很少吃。哇，这大声你搁无听到？我头前啊，大声你搁无听到？你耳啊是乌乌的，好无？你无，你耳啊是乌乌的。啊，这我来讲哦，今日来这真正是你，是你交朋友的。你就这拢台中我这远来吼，我请恁吃物件好无？我请恁吃物件。这日本的啦吼，日本的，我想我也知道日本的，日本货啦，高档货啦吼，啊，拢无强求。恁吃了，恁若感觉好吃，你也搞买落吼，公公道道就对啊啦，好吧？来。这个日本铜锣烧，这是卡士达。恁食卡士达，这也袂遐甜。啊，你若爱食遐甜，红豆遐甜，我请恁食啦，好无？那你交朋友来请恁食，好无？啊，食看卖啊，非常好吃啊，哈！其实我讲就一句上上快听啦，无好食我袂请恁食。快点啦，恁拢几多人？来，搁摕一个台仔去，摕一个台仔去，摕来先。啊，只你还没十条，你还没十条。我恁逐只逐个尽量拢食条无同款的口味。伊个内底红豆，红豆你食遐甜。啊，卡士达，你食哈袂遐甜，啊，你食看嘛，我用日本的物件，阿面交朋友，哦，用日本话阿面交朋友，来，一个人食一袋试看嘛，来，边一个蛋糕，来，食看嘛，无，无，你拿，你拿，讲几次就好。多食一袋了，乖，一人一片就好。